给我，不给不给。又因为什么呀？啊？弟把我的糖给吃了。弟把你的糖吃了。两个棒糖你都吃了呀，你给小柏林一个呀。不给。我的天哪，这么一大盒全给他扔了呀。是啊。哎呦，你这个臭柏林，你怎么那么坏啊，扔了怎么吃了呀。啊，现在就要扔，我的天哪，哎呦呦呦呦，我的天哪，全都给他倒了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你倒掉不可惜了吗，这个臭柏林，我看还能捞上来吗，我赶紧给他捞上来。我捞不上来了。哇，这天哪，都到这里面来了。给你弟倒掉他怎么吃了，你看你看你弟还在哭吧，啊，还要倒，还要倒，他还有糖果呀。对呀，哪里还有西瓜糖。哎，你别再倒掉了，除非我想要那个糖。小木赶紧给他吃一个，弟给你吃你就别倒掉了好不好。